个茶叶的品种。好，我再提示，这个茶叶的第一个字，它可以是一个姓氏。韩国人很多人姓这个姓，是什么茶？台茶十二号是什么茶？好了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这提示够明显了吧？好了，一二三，好了，戴绿色口罩。哦，对，阿三，你会回答吗？是什么茶？国际茶道节这边，那刚刚我们逛这个展场之后，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摊位？有一些卖那个哦，有一些茶具的部分，也是让人有印象深刻。